我们都有台湾口音。有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、啊，不好意思、啊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胡歌超亲民，还秀台湾腔，不遗憾马吉或建华联络。你跟华哥得到电话吗？得到电话。我该通的都通了，就是那大家都很忙。杨医生吃饭吗？他不在。你没看错，大陆男神胡歌在媒体簇拥之下现身台北松烟广大街，这同时也是他暌违六年载登台湾。近期胡歌在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《繁花》中饰演主人翁宝总，在两岸三地都超夯。一定要感谢王家卫啊，就没有他就没有了。真的，往一部戏这个拍三年半，需要谢谢，需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，很不容易。家人一起来台湾玩。哎呦，当然，台湾玩起来，台湾有那么多的美景，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是还有来台湾拍戏的计划吗？目前还没有，但我很希望还能来，因为我第一部戏就在台湾拍。现在都想要带老婆跟小孩一起来台湾吗？肯定的。我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，前辈有教过我两个方法，第一个方法是唱歌，第二个方法就比较特别。就是说一些垃圾话。我演到现在，我慢慢的觉得，一个演员，你无论去塑造什么样的角色，你都离不开自己。这个自己不仅仅是说我的样貌、我的性格，这个自己是你生活的经历，你对人生包括生命的感悟。因为无论我们去塑造哪一个角色，都是从自己出发的。你们说您是上海人，有没有私房推荐的打卡景点？如果今天让我在这边推荐的话呢，我一定会推荐一道就是说大家回去马上就可以尝试的美食，就是泡饭。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在家里面最常见到的早餐。